人吧。至于阿佳佳的真实身份，那就不能告诉你了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阿佳佳去当老师就是体验生活的。哇，真醉了！那个驴弹到我的嘴里来了。哇，这个 B 是个猪皮吗？打这么多枪没打。你看看你。你终究还是得死在哥的手里，早死晚死，你不还是得死吗？啊？你说说你为什么就不早点死在哥的枪下呢？爱你1万年。爱你心的戏考验，谁呀？我想吃晚饭。30秒。等一下，那一队我要把他杀了，居然敢追着我打！找死！看一下山上有几个人。这里是个鸡哥，鸡哥没必要打，浪费时间。嘿嘿，小笨蛋，我这里有物资。